用女子开镜的，有的人呢恨不得他就坐在位子高头，把手别过来靠他一腿就靠开镜了，这怎么行呢？那是法器呀。有好多用功的人就靠你这一吹驴子从里脱落呢。所以当时的呢，到了时间，韦洛师傅靠香烛通知你，就是降到了台阶下位子，站在香烛面前，面向南，规规矩矩的，谨谨慎慎的把这个鱼锤子拿到手上。啊，烤鱼锤是这么回事，不是说那烤鱼子吗？反正烤响了算数嘛。那怎么行呢？这都是培养我们的素质的啊。讲到一个人的素质，就是从这些个点点滴滴来进行培养。全是上下安身尽道都有规矩，就拿这个叶心板，从一板到五板啊，一板在社会上讲呢，那就是一更，真打更啊，夜里天不是熏更吗？估计熏更靠梆子，他也是这么靠。我们寺庙里下呢，也把这个社会的这个秩序运用到寺庙里下，我们也靠更啊。那实际上讲呢，靠更就是熏更，比如我们搞完寺。如果说也按照这熏更的规矩熏更，我们前天就不会发生这个小偷这个事情了。熏更一更，那个熏更的规矩，一更三鼓啊，从一更三鼓，一更四鼓，一更五鼓，然后呢叫二更一鼓，二更二鼓，二更三鼓，二更四鼓，二更五鼓，三更四更，一直到五更，五更一鼓，五更二鼓，五更三鼓，这就上更。起更的时间是什么时间？夜幕降临。上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天将破晓，天要亮了啊，已经度过了这个黑夜。为了这个事情，搞门子我们老和尚啊还做了一个更钟呢，你们都不知道啊。这个更钟是蛮有意思的啊，恐怕现在全国还就没有这个东西啊。在过去旧社会有人造过的啊，不像搞门寺做的那么完备啊。说这个更钟在这个江苏的钟表业，包括上海的钟表业都晓得，也都晓得高门寺有一个和尚会弄这个更钟啊。这个活呢就是我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更钟花的就蛮多的，就是跟像我说的，那个钟里头有一个鼓，有一个锣，就是代表这个一更三鼓，一更四鼓，一更三鼓，天一亮，天一黑了，他就敲了。起更，敲一阵锣，敲一阵鼓；杀更也敲一阵锣，敲一阵，蛮有意思的。那么这个钟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遭到破坏。前两年上海钟表业他们还想来恢复修这个东西，那他必须要
啊，我给他做介绍。这个我们寺院你看也靠中呢，就是说这个晚上开大殿，晨钟暮鼓啊，这个晚上开过大殿，最后敲钟，这个钟呢，就大殿那个大钟啊，是交板的，交夜巡板的。夜巡板这个一更怎么敲着呢？18下，敲这个夜巡板呢，板，他也走呢，也走圈子呢。虽然不是全寺走呢，他在一定的范围之中呢，就靠这个18下。这个18下就是一更，一锤一锤的靠着。啊，那就一更，最后呢，杀两锤板，那就是二更。这个夜间呢，是从夜间的开始敲这个钟啊，就这么敲的。三更到什么时候呢？三更是打四板之前敲的。还有三更啊，也有四更，也有五更啊，都在禅堂里呀。比如早上时间到了，夜巡敲板的。拿着这个板在禅堂门口，原来不是二板戏灯都是靠过二板吗？现在就开始靠三板了，靠三板就在禅堂门口高，半，这个三板，这个三灯就靠过了，紧接着那就靠四板啊，半，走几步，半，再走几步。这个四板就是在全寺范围之内，凡是应该起来上早殿的都要把它敲起来。你不打四板吗？你们要想来打四板，前头它还有个三板呢，那就是三板就是三更，四板就是四更，四板打到回到禅堂里上来啊，杀四板是四阵，敲三板是三阵，敲五板是五阵啊。这当参与啊，都是我们的学处啊，任何东西，任何行动，一切设施都要知其然，还要知其所以然啊。四板杀四阵，半，杀四阵，接下来呢就是半，杀五阵，五阵板杀下来以后，最后呢就是三锤板送交报钟，就才能开始起报钟了，早上吧。从这个时候开始呢，就要讲到这个禅堂的钟板，一天到晚一共总共敲多少下？386下，而不是一般人所学的那传统的钟板啊，36下。这个36下是什么地方呢？是指的四指四开，实际上呢就是指的那个四指，四次，一天到晚
四次举荐，啊，桃子香举荐，桃板香举荐，五板香举荐，养心香举荐。那个止境怎么止法的呢？不是一止就止下来的，它是有个次第的啊，从一板一中开始，到二板一中，一直到三板一中，那是正式止境啊。什么叫止境呢？止境就是摄用归体。什么止境呢？阳板是从体起用，从体起用，摄用归体，一天到晚是周而复始，一年到头都是这么。就这么操蛋，一板一中两下，二板一中三下，加起来三下加两下是五下，三板一中四下，五下加四下是九下，四次指定四九三十六下。那么这个禅堂这个钟板一天到晚都在这敲啊，何止三十六下呢？何止三十六下啊？386下呢？啊，那是表法的，表什么？是表我们临济宗三玄三要。三玄三要就是全部的佛法，宗门临济宗风就是用三玄三要说与行这个整个的佛法的从因治果，这个应该果海果彻因缘啊，我们就是在这个整个佛法当中，在这过生活了，我们在这啊，而且呢，我们现在犯个什么毛病呢？坐在饭桌里像都在饿死了，我们可能知道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吗？我们的身心处在什么地方啊？知道呢，不倒妄想。这个是跟我们禅宗、跟宗立下、跟这个临济的宗旨，它都是背道而驰的啊！怎么能够背道而驰呢？啊，不能够背道而驰啊！啊，我们要发道心呐！啊，既然行这一法，就要把这法的路给他摸准啊，不能够把这条路给他走差了啊。我今天呢可能还有点事吧啊，这个386下这个前的明天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，今天就说到这儿了，大家好，再见啊。Thank you.
关于禅堂香板的使用，这个香板有它的来源，在禅堂里使用这个香板也有规律啊，而且这个禅堂的这个香板呢，在禅堂的像这一些法器当中、还是很重要的。现在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禅堂每一个人使用这个香板的规律，持香板、扛香板还有其他的，给大家在这儿说一说。比如和尚的香板，持这个香板啊，吹手，这是吹手香板，手呢这个右手吹直，右手吹直啊，这香板呢也吹直，就是吹手香板。那么他当然制定这个香板也有一个道理，为什么呢？红这个香板持手是吹手持，比较轻松，不吃力啊，不吃力，这是一个。和尚以后呢，就是首座和尚、西堂师傅、后堂师傅、堂主师傅、维洛师傅啊，这个几种香板持法不同。人家当参学的人进入禅堂啊，一看你这个手上拿这个香板，他就晓得你这是什么人。和尚的香板在中文下呢也有三块，一个是就是这个三观香板，还有一个呢就是知止香板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堂头香板啊，和尚的香板现在基本上常用，就是用这个香板。除了和尚的香板以外，扳手师傅、首座、西堂、后堂、堂主都是用景色香板一样。维洛呢有维洛的香板，维洛的香板就在那个不用的时候就摆在香桌上面，有清规香板，有堂规香板，有维洛香板。那么维洛师傅这个三观香板在禅堂里边，有人换到清规就用清规香板出发，换到堂规用堂规香板出发，平常调重就是用维洛香板啊。那么香板形象都一样，也有区别，就是它这个长短呢有点区别啊，表示这么个意思，并不是区别有什么多大的这个道理的什么意思啊。就是和尚香板比那个景色香板呢稍微长一点啊，景色香板比尖香香板又要长一点。在打气的时间，和尚香板、扳手香板、维洛香板，还有呢就是尖香的香板。不打气的时候，禅堂内呢没有尖香香板，用寻香的香板。我们先把这个香板怎么拿、怎么持啊？拿这个香板就是走路的时间，持香板呢就是站在这个不动的时候，这个香板怎么拿？比如说我这个香板我要走路呢，就这么拿；我说站在这种呢，那就是持香板啊，这个持香板。持这个香板，这个香板基本上两只手居胸居中啊，不能靠太近，不能靠太近，也不能离开太远啊。而且这个两只手四个指头在香板底下，一个指头呢在这个里头。这有人拿香板上才这么拿的油啊，这不上规矩，这么拿的油，过低了也不行，就是懈怠。太直也不行啊，当胸
就是将将好，就是一个很自然，就是那么拿下碗的这脚呢，前八后二，站好，怎么怎么，很自然，不要怎么想，有很多人拿下碗是不上规矩啊，这这个方式不哪里有啊？你跟着下午拿下碗尝尝，十个人十个样子，都不上规矩啊。就是这叫做持相法，持相法的就是站在这儿不动的，站在这儿不动叫做持相法。凡是持相法，和尚、扳手、围络、肩压都一样，都是这样。就是看这个，就是这样啊。持相法是不动，就是持相法，这个一个字就是一个动作。你们参考的有很多一百个人说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啊？拿响板，拿响板呢，就是我要走路了，这响板怎么拿法子？我吃香，我要走路了，不能这么走路啊！你看走路都不能这么走的，跑香也不能这么走啊！拿响板，拿着这个响板走路，不上这响板呢，就是刚才说的。吹手相板，你看和尚要是打顶撤，讲开示，完了走圈子，或者出入往返，包括大小加法，甚至于过场，都是走路，走路走路走路吹手相板。和尚是吹手相板，手做和尚这个相板呢，刚才我说的手做和尚相板，就这么，这个右手是不动的，是垂直的，比这个和尚相板稍微长一半，就是手做的相板，这个手不动，这相反的果冻也不能到里，也不能朝外，就是肯定位置。手动。到了西塘呢，这个膀子不动，手也不动，这个手呢，我一看太平，这个手还是这样的，没动。这是西塘，平的，呈九十度，呈九十度，对吧？西塘下来呢，就是后塘的相板，后塘的相板也在两可之间。后塘的相板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西塘跟堂主之间这位置。后塘，这个手呢，这个位置就是后塘，到了堂主，这个手就抬起来了，就抬起来了。堂主的相板呢，就是平的。就像我那这样的位置，你看看这个位置，要不然说是这样的，看看这样的。堂主，围络的相板呢是半平半窄，半什么叫半平呢？在这个堂主的相板这个基础上，这个相板呢是这样的，半平半窄，这叫平，这叫做窄，半平半窄。这是这个拿这个相板，人家一看到你这个相板是怎么拿，就晓得你这是禅堂的什么人。成相板就是跑香的时间，凡是跑香扛这个相板，这个相板扛相板很容易，扛相板就是这样的，反正就这样的，扛这个相板，你看看。扛这个相板呢，这个相板扛在相板上，这既不能平，也不能这个样子，也不能这个样子，也不能放在这，就像什么样的呢？就像军人扛那个枪一样。
康腔看康腔就是什么？这不康腔，我怎么这手腕说的话这么康腔吗？是吧？康腔就是我这手这么拿着的，懂了？嗯，很相反的，你看懂了？对吧？不能直的，这个直的，啊，也不能过一下啊，就这样子，很就自然吧。我这个康腔没？能看不能看呢？嗯。有什么不舒服啊？你有人看到没？啊？没有啊，就这样的。有一个人这相反的，这个相看这个相反，这个手是个膀子要靠拢啊，这个膀子要靠拢，这个膀子啊，这个膀子要靠拢，也不能疼痛，要靠拢，靠拢它就稳当了，对，明白？这个基本上呢。总在这个相板，整个相板的位置呢，基本上我们估算的总在16分，既不是一半，啊，也不是小一半，这么的就不好看了，好看啊，啊，这样好看吧，啊，都不好看呢，啊，这人的这个审美观点，这什么叫好看呢？就是就好看，好看就是看得舒服，嗯，就这样。拿这相反的就是这样的，也不能这么拿好的，这个也不行啊，啊，还有呢这么拿着的，这行吗？就扛枪一样，就人那都不行的，啊，就是一把，嗯，对吧？跑枪，你看跑枪，啊，这跑枪也有规定啊，啊，左手甩，右手摆，要跑枪，就是嘛，规矩。都跟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的，有的人呢，他执行起来呢，就有了偏差了，不好看。嗯，这是一个康相板，康相板都一样，无论扳手、围络、和尚、肩箱都是这样扛的。啊，这不很随便吗？就不要搞啊，就这样的。啊。这个呢，关系到什么东西呢？这就关系到一个人的素质问题。如果你一件事情标准高，做出来以后，人家看着就舒服，就说明你人有素质。啊，你一件事情做不好，你件件事情都做不好。这是一个持相，一个是拿相板，一个是持相板，还有一个呢，那叫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这个肩箱的相板，肩箱的相板，啊，围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抽筋拿到了以后，抽圈子，啊，都是拿这个跑的时候都是拿这个半斤半载，啊，半斤半载啊，这不能低啊！你们这有时候拿这个相板的围着那箱子都先低啊，啊，必须这样的。这个指的基本要持平。啊，持平，这一股骨滚要持平，手要抬下来啊，半蹲半抬，啊，不能低，啊，也不能高，啊，很自然的，嗯，那么这个肩箱的相板，肩箱的时候，肩箱。跑箱也是这么扛的，持箱板也是这么持的。到了肩箱走圈子，他这拿呢就是合掌箱板。你看这，全场的直径了，要肩箱走圈子呢，还是三个圈子、四个圈子，他是开始走圈子呢。这个箱板呢是合掌箱板，合掌当胸。这个箱板不能低。也不能这个样子，啊，也不能偏这个地方，也不能偏这个地方。当胸，像合这个像我这个手呢，像合掌一样。你看我这个口合掌，就是这个地方了，不是这个地方吗？合掌，这个手合掌也不能这么合，也不能这么合，啊，就是基本上保持，一般我们讲三十度，也不能大凉棚，啊，也不能叉开来。啊，那么也不能这样合掌，这手指它也不能这么合掌，
这都不行的，吃只要喝着，我喝的是就这样。从自己出家做和尚啊，不要人家教，一看你这个一领会就晓得哦，这和尚像不就这样的。你看大殿上殿啊，凡是和尚，要是我来检查的，一个都不合格，是吧？这样的，就是这个样子吧。和尚当兄啊，那么和尚相反的也是和尚当兄啊，就这个样子，和尚当兄啊，就等于是这样的。假如说我这个手不拿相反，不拿相反就这样，拿了相反的，就是拿他们这个，和尚当兄啊，这个相反也不能这么拿的。还有呢，这个，打旗，抛起子，不拿相反的人，这两个手啊，不拿相反，我们的轻重跟着抛起呢，含起这两个手呢，抱着大腿，啊，那就是不是甩在腿，就是抱着大腿，低下来，30度，啊，30度。再低呢就45度了，啊，再低，那就是90度了，那还不行，就是保持这个度数。我一说，你就能自己能掌握。跑起子要跑的，啊，跑的，那个叫跑起子，就是跑的，那个形象呢是大步的，跑起子呢就是小步快走，啊，跑这个起子，啊，你看这个，啊，就这样，啊，那叫跑起子。大致呢，拿相板、持相板、扛相板，包括这个走圈子相板。另外，再跟大家说一说，和尚打锦瑟，我可以说，我虽然没看见过，都打不好，就打这个锦瑟啊，每个人打两下，打锦瑟的规矩要求都打在每一个人的这个左肩高头吧，我就顺着打，反打，打的右肩高头是反打的。打锦瑟我们看着有准打相不打锦瑟，咱怎么打完呢？就是打这人呢，再来这个是不让规矩的啊。打锦瑟这个相板呢，无论打多少，这个相板是连贯的，虽然打到每一个人身上，每个人穿的衣服有厚有薄，每个人身体的骨骼呢它也不一样啊，音上虽然打的不一样，但是每一块相板呢打的这个间距呢都是一样的啊，就像跟练葫芦的一样，只要你围绕住拨圈子拨得整齐，打下来就整齐，啊，打下来像一条线一样，啊，像这个相板一般人是不能打的。你们在厨房打相板，可能打这个样子吗？啊，身为路过的，啊，叫什么打法子呀？啊，不行啊，你像我们打相板，就是打300人到500人，照打，大致情况就这样子吧，好不好？含起子就是打七的时候呢，含起子这个相反呢，一种围绕的时候，打两段就马上就大家。这个该跑枪的跑枪跑几次，该站的搬的时候都顺便站，这个就是这是打相板，就是这个基本上平行的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跑几次，对吧？肩向直播的时候啊，肩向直播，肩向啊，肩向跑几次，肩向跑几次吗？啊，肩向长原来不是原来是扛到的啊。
这个肩向走圈呢，就是合起合掌向完啊。到了跑起子的时候呢，跑起子的时候低头嘛，啊，一个手，跟大家一样，跑起子一样啊。就他就是呢，肩向就多了一个跑的时候呢，多了一块手上多了一块向嘛，跟他一样。也那个手，他这里一只手，一只手抱大腿，对吧？好吧，嗯，下向板，这个肩向下向板有八种向板，冲臀打呼，冲臀打呼，前趴后仰，东倒西歪，趴位靠背，这八种向板，冲臀。大呼，那就是大向板的啊，前趴后仰，趴下来，靠着后头，就这样四种啊，东倒西歪，坐着不正啊，还有什么呢？静中讲话啊，静中讲话，静中讲话是不允许的，那个叫什么？啊，可以伸直腰，盘腿抓呀。冲臀打呼，前趴后仰，东倒西歪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啊，趴位靠背，趴位靠背啊，那就是八种向板，这主要的，其他的那更要打了，这个都要打，我们小的也打了。什么弹指抓痒啊，喜笑颜开啊，包括坐的不整齐，都是相反。那么肩向还有反手相反，还有连二相反，都是在肩向的指正范围之内的。反手相反，比如说这个肩向下相反，这个人坐在这时候呢，我从这儿肩向走过来。不是看着这个人，就看到我这个位置前头三个人，看到第三个人，就是眼睛始终是朝前看，不能这么看啊，那不上规矩。看着前个位置三个人啊，过去三个位置也就是一个两个三个，就在这个地方了，就在这个地方了。如果说他这个冲拳打呼了，上前一步就是一个向板，打过了以后就走了，就走了。哎，打过去还没打醒，回过头来又是一块向板，这就是回头向板。不是，我打了一下子，我还没走呢，他还没醒呢，再打一下子，这叫两个二向板，是吧？都要掌握呢。就是我都是归位的啊，扬一枪，打起精神来。就这样的话啊，这个东西啊，我现在录不来了，我就讲一讲啊。说这东西，一桌随跳，这名字叫一桌随跳，这叫一桌，一桌就把它捞到啊，然后呢随跳。这个东西嘛，这个木头箱的一个箱板的时候，木头嘛，那就是怀抱心嘛。他那就说，那就不跳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是吧？还有呢，对吧？还有考我呢，是吧？对吧？还有那个触堂，是吧？触堂，在斋堂啊，跳斋堂，出斋堂，跳斋堂的，那个是属于什么的？那是属于肩腔的，啊，肩腔触堂，人多，两边呢就是一个两个，看这张位置，啊，就是肩腔，啊。过堂，每一支枪打抽血，大小加防，这个肩枪下面多少？去了啊，啊，扣吧，啊，怎么回来呢？也扣呢？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催枪，叫你赶快啊！一个叫你赶快，一个呢叫你不要把自己本行话都忘记了啊！就这个还有什么？看见了，我这个还不考不及格呢，在广门寺，
穿堂的像这，有些事情啊，都要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。比如考虑个三乡，过去这个禅堂就当中供了一个佛像，啊，就是供一尊佛像啊，啊，特别是考虑个三乡，他要避开佛前，避开佛前，避开钟板。啊，就这不能靠着。那我想问呢，现在我们这个四代都有佛堂，怎么避开他们呢？怎么靠不着？你们说说看。好用。啊？好用。什么都有佛啊？他为什么避开佛像呢？因为这个教下，这不因为这个善相啊，就是给大家提警策的。走回宫里就跑香啊，打望香啊。啊，要把这画头提下来啊！看画头，不是善香不是靠三阶吗？啊，就是意思呢，就是叫你，不要把自己本香画头忘掉了。那么你这个看画头，看画头只能够给轻重看画头，你不能给菩萨，你还叫他看画头吗？所以佛前就不能靠，啊，中板这个地方那也不能靠，啊，也不能靠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有四大古都能考。现在我们这个禅堂呢改的，不是四面有，八面都有佛像的，在哪地方呢？靠不靠啊？所以人呢，这个思想要解放啊。现在的人，所以他不能开悟，这思想不能解放，就是专精国家。不要说我们出家人，包括社会上有好多人，就是要专精国家。顽固不化啊，那照考啊，我这个考这个三峡我就是给行动考，我不是给佛菩萨考的啊，愿那佛菩萨那处处都有，是吧？照考是吧？至于说这个香板，这个香板什么事情从因缘所生法，这个相反从哪来的？那比如说我们从因缘所生法来讲，人从哪来的？世界从哪来的？天地是万物从哪来的？五十法界从哪来？它都有个因缘。相反也有一个因缘呢，它是不是从哪来？谁造的？谁创造的？谁建立起来的？是吧？就从这个相反的形象呢，它是想保健，保健就是这样。过去没有的，过去没有的，就是这就是从搞门孙那个叫唐会彻祖，那是雍正皇帝，从那儿来的，过去没有的，过去就是这个，就是那三香，七十八，禅堂这个钟板，这是宗门下这个建立禅堂挂这个钟板，这是。我们叫做这个主题词儿，主题词儿什么词儿啊？不是话你们懂不懂？懂懂。什么叫主题词儿呢？中心思想。就是中心思想。啊？就是主要的，就是中心内容。禅宗这些法，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。就是按照这个钟板来行动的，有好多人他不懂啊，他不懂，那么你们说这个钟板在那个禅门日诵里边也有啊，五家钟板都有的，那不是四指四开吗？这个不行，你这现在这个时间不能吃，这个时间要长的，啊，这时间长的，一共是386下，那有一个，那还有个图，那个图，那个钟板图，正法九度，那就是过去，恐怕在60多年以前。那是我在高木山的这个，是我那号我画的，就那个图，啊。
就那个东西。舒马文就是这样，他那个他那个临济宗，那这些东西也要心情下来细细讲，懂吧？啊，这个临济宗讲三宣三要，你看他有文字说明的，三宣就是三因，三要就是三佛，三因就是圆因、疗因、正因，这都叫带有佛法的，这都是根本的佛法了。啊，三佛呢，就是法身佛、报身佛、化身佛。嗯，因盖果海，果彻因缘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。所以临济宗呢讲这个三玄三要，互聚互融，形成386相，用这个禅堂的钟摆，从早到晚，周而复始，就是搞这个东西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全部的佛法都在禅堂，用什么来表示呢？就用这个跟钟摆的表示。但是现在的人，他是日用而不知，只晓得，哎，这个禅堂的规矩啊。啊，他这个指径来靠中板呐、啊，怎么样的？就是都不晓得什么原因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嗯，教相靠这个教相板呢，24相。啊，不是像有好多人讲的53参，胡说八道。你能靠个53相，你怎么靠得上来呀、啊？啊，24相叫他有本事靠呢。嗯，那么你这个禅堂呢，打击靠教相。就杀教香啊，啊，起香以后靠教香啊，那么喝多喝少呢，这个呢问题不大啊，啊，问题不大。还有吃饭呢靠教香，问题不大，基本上呢掌握到24响，24响，从重至轻，从慢至快，那就这么个规则。嗯。啊，这东西多啊。大殿上敲钟敲鼓，啊，敲钟是这个快18腿，慢18腿，啊，一共是都是108项嘛。敲鼓呢，三阵鼓，是按照敲鼓的规矩是风雷雨，一阵像刮风一样，另外像打雷一样。哎呀，像下雨一样啊！来会考的，那也不容易呢。嗯，考这个鼓啊，是不是考鼓不容易？说这个还考什么东西呢？多呢？你比如我们的解题，考那个引线考就不好，十分不好，那不是贻笑大方吗？啊，考这个双班二庆，这个全能考的多了。你就是大殿上敲大鱼子，敲小鱼子，敲裆子，敲脖子，敲手骨，啊，敲灵骨都有规矩，嗯，那都有规矩。嗯，那个呢，你说是一个大寺院，就是按照我们不做经藏佛事，鲁藏功课，日常的这个服饰活动，能够都拉得下来，那你这个呢，基本上就是保山保学了。你看现在就是当年大殿唱个赞子都不上规矩，哇，好听啊！现在交响曲听的，我现在是年纪大了，我昨天掉了个牙齿，现在说话都不管我了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啊
现在是打眼镜引起的照。